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咱即马，咱继续，咱为第七点开始来讲起啦。第七点，第七点是讲这个，就是 arbitration 嘛，就是仲裁嘛。啊，仲裁各位都知影吼，拢是咱来当事者来坐落来讲。对。吼，啊，边个人几个人参加拢无要紧，所以主要唔是咱来决定的。就基本上是仲裁者来决定的嘛，吼。是。这是一个办法。啊，这你看嘛，因为咱的法医嘛是咧大力咧推动这个制度嘛，因为卖了时间、了金钱、了这个精神走来法院，你嘛好在法官较免为了这个叫调解委员会，调解委员你若甲人有纠纷的时阵，互调解委员会来调解，万一。调解未成，啊！你要行法律的，你来去行。你来。啊！但是调解未成，该伊会该告知讲，你即马若行法院的时阵哦，你会开超律师偌济钱，安怎安怎咧？是的。啊！那法院叫你 arbitration， 就是去这个仲裁，嘿，仲裁有法律的，这个效果哦，唔是在调解哦，也是仲裁哈、所以。咱个几啊项，你看嘛，你讲 administration hearing， 就行政的这个听证会啦，就美国的听证会，咱台湾是嘛是有，咱的立法院的听证会，赶快哦，再来解决问题嘛，这问题到底多嘛？啊，做的第十就是 mini trial，mini trial 小型的这个审判啦，啊，这审判落去的时阵啊，结论无一定，你双方无一定弄到接受，啊，若无爱接受，你应该去讲法呢，吼、哦，这叫做 mini trial， 总之办法，卖讲动不动就走去法院呢，是吧？抓落去这个 litigation， 吼、哦，第十一点就是第十一项就是讲法呢嘛，这嘛是和平的方式。叫第三者上公正的，而且司法来替咱解决咱的问题，大家拢无会通讲啊嘛吼。啊，十二种是第二种是 direct action， 就是台湾上两边双方开始强落去，看要安怎做拢会使。第十三 violence 跟其中的那大家配。去批评、批评啊，破坏领导哦，还是甲你破坏领导，可能提石头、砍领导的这个门啊，还是窗啊门的破坏，这个叫泄愤呐。啊，你再迄落，这么一个办法，当然不可取嘛，对不对？十三 ，violence against persons。怕人啊，这是恶毒的，这根本未使，这甲文明社会完全拢未当接受的。啊，第十五项，国家甲国家的战争了嘛，啊，这也较未使，这是什么时代？我这担心是讲像安尼，搁行落去时喏，你人类唔只会变个安怎？啊，核战、核子弹。这若发生的时阵，会变个什么款的？哦啊，唔通讲讲你家己有只核弹，都在安尼讲欺负咧讲行。啊，所以咱即马转来来讲这个 mediation， 对吧？这个咱讲真简单啦，那迄两礼拜代志，你头讲两礼拜哪可能三分钟五分钟，咱五分钟就甲解决起。啊，实际上就是代志发生啊，干那我甲老台长发生问题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就是面对呀、对吗？哦，啊，大家面对以后，就开始无咱来解决嘛，咱来看当时解决，咱来约这时间，啊，说到要安怎方式解决，说到要什么款场所讲好，说到去，咱先讲好嘛。我会使提到这，还是我请下人去你啊，甲你问你的意见嘛。那卖代志就解决，
哦，所以去要请当时相关的人士，大家到阵来无？哦，啊，咱两个是主角，咱两个啊，边的人伊坐边只，要互因讲话无？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去，甚至于这代志真复杂。要设一个这个研究机构无？这到时讲，咱讲个这无有啊无？叫人去查资料。所以不是讲一拜就会使完成，三拜、四拜、五拜呢？啊，可能你去查资料的时阵，哦，可能就单操一礼拜，也有可能。这些物件弄唔使，所以要有第三，搁第三跟这无关的，互因来讲，哎，咱空间咱讲得到的。情绪哈、哦，未拄好，讲话较大声，什么吼？啊，我家己无注意，然后就再第三只，甲恁提醒一讲，哎，卖讲遐大声。你是要来解决代志，还是要来商量？吼，啊，咱好好讲，唔得讲会出只。啊，所以在这款场合内面，大家你我两位拢绝对有心要解决。无你就卖卖卖卖当初价坐落去，待待待待待了时间，有心解决，刷落冒这个头头头，敢那你有讲者？咱哦，第一行人甲人咧咧沟通、communication 就是听啦，我静静听嘛，哦，有即款的心情，有要解决，啊，大家讲道理，啊慢。啊，情绪的话，底下嘛应该现实的来，你讲到安尼，讲到无拄好安尼，这拢会使。刷落去，讲刷，无人五拜六拜什么，大家刷落来，看要安怎执行，执行要安怎做，一步、两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、第五步，啊，当时的完成，拢甲写起来嘛。你来签名，我来签名。啊，咱请的人，请的人，哦，还是当天在座的人，拢来签嘛，无要紧无，哟，还是派人来签来做见证人嘛。啊，你落去的时阵，这代志都啊免去行法律的，啊免咧当作什么，我是啥人，你是啥人，安尼咧拼大声的，拼拳头舞，这代志都安尼来结束。这是算讲较文明的这个解决，对，米迪以前就加这个吼。啊，那啊吼，就啊，咱今仔只是讲这，唔是咧讲这阿鼻吹，这专家迄另外就问题差不多。哇，讲到这安是，我期待讲，这内面的是上重要一个问题，就是咱，人甲人绝对会发生冲突嘛。人家讲齿唇相依啊，唇齿相依，讲迄落嘴齿甲嘴齿啊好，人伊嘛会夹着。对，啊，所以然后夹着，就大家都来解决嘛。啊，无必要讲凭讲你，必要较大。啊，所以要讲的时阵，你得甲压落去，无得甲设条件，就像像阿强安尼，是讲这这拢是对话，不是 mediation， 这是我的。真可惜啦！啊，我特别期待，期待不对等的迄落算霸凌的一项，霸凌一项，霸凌的一项。我期待是讲这个，咱台湾吼，甲中台湾要推动这款的教育，吼，爱训练，啊，甲特别是是咱今仔日都免讲，但嘛在都对话在技术哦，免得讲讲我清楚嘛，对，唔当话啊，尤其中国话本身。迄字就伤少，话意思那讲讲都袂啥。啊，搁拢中国人讲话哦，拢安尼歪过起错，拢安尼话中有话啊。迄款的迄哦，迄上个上脑筋啦。中国人，伫过去历史上无咧讲安怎讲互清楚，等等，即款的无。伊讲话袂当讲用迄啰天然哦，讲出来老实话吼，伊中国文化是安尼讲出来，因就是安尼。话中有话，安尼安尼，唔知咧感啥意涵在内安尼。因为伊这个文化是，是强的，要食弱的，刷落去，我大的要食细的，刷落我要统一嘛。啊，若无法统一就分裂，唔是讲这个所在大，这个所在大家来分治，大家来合作，像澳洲安尼是。啊，中共，我嘛，我也感觉足奇怪，我永远安怎想拢想袂通呢？
咱台湾自古甲伊中国牵起来个上，拢完全无关系。啊，伊迄落西藏、蒙古遐，伊迄落秋海棠，伊哪安尼立一乌安尼挂一个出去，讲伊讲安尼，伊哪会轻安尼奇怪？迄唔到正是袂当分，迄土地甲土地连的。这是无唔对，但这是这国民党都要负上大责任。系啊。共产党嘛，对，跟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就是迄个时阵是为了要加入，要来讨论在联合国内面咯，讨论台湾是毋是甲关涉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就是共产党那边国家的，是咯嘛？啊，经过几摆，拢在十摆几摆嘛，啊对啊，是台湾接到上支持咱台湾的，美国甲咱讲，即马。就是跟非洲的多一个国家有关系啊，所以咱台湾迄摆中华民国无使用，就是阵咱遐的安理会嘛，哎对，所以无使用我所在吼，无使用这个否决权 veto 的权。啊，美国讲了讲，起码因为是五六个国家对非洲要入来，因其他的支持你台湾的。嘛，感觉你袂使，或你若个同负责去迄点要来时，因为中国讲，你若甲台湾，你若甲否决时阵，支持中国迄边个讲，我嘛要否决即点人，即点人个国家入来，敢那是即个毛里塔尼亚即个国家要入来，啊，所以台湾迄摆无投即个否决。啊，中是啊，所以，这个台湾，可能是这样，我所在了哈。啊，这什么，这拢过去，拢三十年前啊。啊，所以是刚刚的台湾的这个，你无从，所以蒙古的独立，就是。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面都好团结，所以是台湾无到这个安理会，无到这个副国权，啊，中国诶当然是赞成，伊就要甲台湾修理嘛，还是啊，因为敢那是安尼，所以这两个国家呢，台湾甲这个中华人民拢有责任，所以袂使。拢怪这个，我要跟你讲的这个，所我所在各位歹势，这这久的代志啊，拢袂啥个。但我知影，迄是台湾犯了上大个，就创我之一。啊，事实上，台湾迄个时阵，你根本对中国的发生的事根本无可能嘛，所以都 OK 嘛。我个人是感觉台湾的最安最对。坦白讲，阿强啊，迄边呢，中华人讲当年是战胜，伊战胜，这个台湾啊无的时阵，我无加修理毛里塔尼亚时阵，我中这个外蒙古等等，都会使独立袂？怎么？就是这两道阵的啦。所以你若要怪这两个国家拢着怪，但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。哦，啊，若不过怪骨较侪，较侪落去中国，迄清朝时阵吼，迄土地差不多过一个，差不多一个中国嘛，到450万平方公里的，拢叫苏联摕地去嘛，对嘛？啊，印度了对等等，但是，迄敢是你正正过去中国的所在？迄是清朝的时阵才正正入去的，你新疆的时阵。你汉朝嘛，才一时啊个所在，都无一世纪哦，对唔对？所以你中国基本上5000年来，拢在即、這个。可怜啊，底下咧古色啊，都底下咧色的。嗯。这个小国，那个小国。东夏、伊南，哦啊，这甘肃这边。嗯。安尼嘛，啊慢慢了，你南部给你这。广东、广西、云南正正好，你修理个嘛，才明朝那样。对啊，所以中国人的这个统一
但是说大面叫，对啊，害死中国，中国嘛，拢唔对。第一个害死是家己因中国的迄落人民啦，啊来就是抗议着，甲咱欺负霸凌啊。啊，可能即嘛害到全世界去啊，全世界。啊，即嘛来就一带一路安尼四国去搞，国家安尼弄安尼弄，弄甲家境不宁安尼哦。啊，制造病毒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四国去行这个恐怖的那个暗杀啦，种种安尼哦，啊，实在有影足不幸，地球上有这个中国，中国有这个中国，人类嘛就不幸，啊，伊绝对的会受到这个。伊行路无路通走啦。嗯，系啊，咱就真看啦，看讲正义的迄落迄方哦，看会赢无安尼啦，应该哦，这正义跟邪恶两个底下在拉扯的时阵，看底下是看尾下是啥物人赢安尼。啊，咱若输就害咯，你拜托个，你莫卖啊。咱袂输啦，对不？哎呀，咱袂输啦吼。好啦，啊，咱今到这就好啦，感谢咱到徐三林辛苦。好哈，感谢各位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